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人咧讲，父母教囝应该都爱守法分明。今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法和法法第八条。这里法就是予犯法违规人受到应该有的处分或者是罪行。咱讲是刑法、处罚、定法。另外，处罚的方式，像讲罚钱、罚徛、罚扫涂骹。啊，若交通违规，会予警察开罚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。修法代表是奖赏、奖励，也个有定法。第二个词就是读作罚款，这个意思就是罚金。较早毛人讲是罚银，拢是罚钱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喜欢喜，喜欢喜。古早有个人对修法分界真清楚，像讲有地头上空有救赎的时，唔是讲干那开钱来罚款就会当准过，唔对的人都爱受罚，像讲都。提槟榔来下罪，叫做罚槟榔。另外，你咧庙前吊提灯、吊红布来下罪，叫做罚灯彩。今仔日小解，这一日读作罚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